大家好，我是阿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最近的一支影片，有关于经济的影片，增加了很多订阅数，同时啊，观看人数也增加了很多，让我有更有信心继续做影片。所以说，今天又找了相关的题材做以下的影片。接下来我们就看我制作的影片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我先前有拍一支影片，就是有关于台湾报废的飞机到底跑去哪里，报废的军机跑去哪里。后面这边呢，我发觉在台南市的南区水交社文化园区这边还有一架，那就在我身后的一架，你稍微看一下，编号299的这个战机呢是什么战机，我也搞不清楚。等一下呢，我走到前面给各位看一下。这架飞机呢，这边有简介，是 F-86，美国北美航空工业制造的，在1947年10月1日首飞，1948年6月正式交为军刀式战机，二战后美国设计的第一代喷射战斗机。给各位看一下。军刀式战机，这边有标志，请勿攀爬。除了刚刚在那个体育公园附近那一架战机以外，这边还放了一架，这个就是战斗机了，中正号。哇，上面还有座舱。弹射的，这就是当时两岸对峙的时候所用的战机，底下近距离的接触，这个是 F-51 战斗机，这边有一个标示 F-51 战斗机。这个就真的是战斗机了，F-51。这是在水交社文化园区里面架设在这边的喷射客机，哇，双喷射的，一样，照老规矩，还是稍微的绕了一圈给各位看。喜欢战机的朋友可以来水交社，这边应该是有三架，我等会还会去第三架的位置。中正号 F-51 战斗机，在水交社这边第三架呢，就是这架自强的模型机。跟各位开个小玩笑，实际上这边是放两架喷射型的战斗机。有机会大家到台南玩的时候，在南区的水交社文化园区这边有放这两架，喜欢的了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。以上呢是阿周在水交社文化园区这边看到的两架，为各位所报道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
订阅我的影片以及关注我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